经做产品研究与看新看境之辩证为中心，第五章结论。而不见乎心，悲夫！心故惟妙悠远，难明难凑，其如此也已。第五章结论。六祖坛经是顿悟功夫的启文书，是佛教第一本用白话文所写成的经典。本书的作者慧能禅师是一位不识字而悟性极高的大名师，他能摒除一切文字障，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启发自心顿悟之功夫，提升人类内在精神之价值，其一生伟业影响了整个佛教，也给后代立下成佛的信念。这个新法门、新境界，让佛教思想界带入了一个新的旅程，也震撼了整个世界潮流。回顾与研究建议，谈经者，智人之所以宣其心也，智人为六祖偏内同和心邪，佛所传之妙心也。大哉心乎，姿始变化而清净常若，凡然圣人悠然显然，无所处而不自得之。圣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变也，明也者复也，变复虽殊而妙心意也。始是家闻佛，以是而传之大归士。大归士相传之三十三世者传诸大鉴，六祖是号大鉴禅师，大鉴传之而亦传也。必有觉意，有不觉意，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谈经之所谓心者，必亦之觉意，心之实心也。要乎其于圣人之道，立而大矣哉。是故谈经之宗，尊其心要也。失于出世，则佛道速成；失于旧世，则尘劳一些。此谈经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可拟乎可易乎，不得以旷之，则圆顿教也，最上乘也，如来之清净禅也，菩萨藏之正宗也。论者谓之玄学，不亦详乎？天下谓之宗门，不亦疑乎？谈经曰：定慧为本者，去道之始也。定也者静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观之，静以安之，安其心可以体心也，观其道可以与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亦相知谓也。为万善虽殊，皆正于一行者也。无相为体者，尊大戒也；无念为宗者，尊大定也；无住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达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资也。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故曰大也。无相戒者，戒其必正觉也；四弘愿者，愿度度苦也；愿断断即也；愿学学道也；愿成成即灭也。灭无所灭，故无所不断也；道无所道，故无所不度也。无相忏者，忏非所忏也；三归戒者，归其义也。义也者，三宝之所以出也。说摩诃般若者，为其心之至中，为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圣人之方便也，圣人之大智也，故能及之，明之，全之，实之。天下以其极，可以悯众恶也；天下以其明，可以及众善也；天下以其全，可以大有为也；天下以其实，可以大无为也。是以哉般若也。圣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物，非夫般若不疑也，不当也。智人之为以般若振，不亦远乎？我法为上上根人说者疑之也。轻物重用则不胜，大方小受则过也。从来莫传吩咐者，密说之谓也。密也者，非不言而暗证也，真而密之也。不竭此法而折谤毁，为百劫千生断佛种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伪乎谈经之作也。其本正其效，其因真，其果不谬。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复之，
浩然佩乎，若大川之助也，若虚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谓本，推而用之之谓，以其非实者使之之谓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果不异乎因，谓之正果也；因不异乎果，谓之正因也。问号，必固乎本，谓之大用也；本必固乎，谓之大圣也。成也者，圣人之欲道也；用也者，圣人之起教也。夫圣人之道莫至乎心，圣人之教莫至乎修，调神入道莫至乎一香，只观鬼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资一切界莫至乎无相，正一切定莫至乎无念，通一切智莫至乎无助，生善灭恶莫至乎无相界，笃道推德莫至乎四宏愿，善观果莫至乎无相忏，正所去莫至乎三归戒，正大体才大用莫至乎大般若，发大信悟大道莫至乎大智，天下之穷理尽性莫至乎莫传，欲心无过莫善乎不谤，定慧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无念之宗解脱之位也，无助之本般若之位也，无相之体法身之位也，无相戒戒之罪也，四宏愿愿之极也，无相忏忏之智也，三归戒真所归也，摩诃智慧圣凡之大梵也，为上上根人说直说也，莫传传之智也，戒谤戒之当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正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明明者复明，所以正也，以被成者复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正也。智人黯然不见其威仪，而成德为形矮如也；智人颓然若无所持，而道显于天下也。盖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正而正之也。于此乃曰：往修往正，往因往果，穿凿从所敬为其说，妙乎智人之意焉。依放戒定慧而必趋乎混盲之空，则无畏如之何也。甚乎寒士逆心而服事，是与夜相成寻诸想，而未始习也。相之行之，人与物协生，纷然乎天地之间，可胜数邪，得其行于人者，故万万之意耳。人而能觉，己其先矣。圣人怀此，虽以多益发之，而天下犹有所不明者也。圣人就此，虽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犹有所不行者也。贤者以治乱，不孝者以愚庸，平平之人以无忌昏，及其感悟而发，喜之怒之哀之乐之，利弊者万端。爱人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成于圣人之言，则忌之薄之；若蒙悟而望远，未有也未无也，未非有也未非无也，未亦有也未亦无也，以不见而必固，终身而不得其审焉。海所以在水也，鱼龙死生在海而不见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终日说道而不见乎心。悲夫，心故为妙幽远，难明难凑，其如此也已。圣人既隐，天下百世虽以书传而莫得其名艳，故谈经之宗举乃直视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视阔如也，王室以方乎？是书曰：其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斯言尽之矣。涅槃曰：始从鹿野苑，终至拔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是法非文字也，仿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不依语者，以义实而语假也；曰依智而不依事者，以智智而事妄也；曰依了易经不依不了易经者，以了易经尽理也。而菩萨所谓即是宣说大涅槃者，谓自说与经同也，
圣人所谓四人出世，即四一也。护持正法应当正治者，应当正之故，治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说与经同故，治人说经如经也。一依了一经故，治人显说而合一也，合经也。依法依治故，治人密说便知通知而不苟治也。是法非文字故，治人之宗上乎莫传也。圣人如春滔滔而发之也，治人如秋灼灼而成之也。圣人命之而治人孝之也，治人故圣人之门知其德殊勋者也。夫治人者始起于为，自谓不是世俗文字，及其成治也方一席之说，而显道就是与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何福气也。故其玄德上至生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是其不是乎？末代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习，帝王者圣贤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易尽，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天且厌之久矣，不能若此也。与故起尽其道，信闻蒙引海意欲其位，感激守不知，以遗后学者也。本节是希望后续研究者能从以下的内容快速找到灵感，并且参考笔者提供的研究题目与构想等。内容包含研究构思、研究建议与展望等，如列如下。宗宝本坛经大致集合了前人的总成果。刘文直的文章提到，六祖坛经否定神权崇拜与神机超能力之外，在精神境界上他也无神秘主义的论调。本论文以做产品研究开启探讨禅学之门，直探六祖坛经的心性义理，弥补自身生命中欠缺的定力，进而增长福慧，其能领悟开悟圣僧的旨意。学法是为了道，要能转业成道，注重转变迷邪染成为觉正净，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先在三界火宅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归依处，利己加上利人，依佛陀圣僧教诲而奉行，期望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古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关禅宗研究的基本文献与工具书，本论文已提供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书目，资料是由美国电脑资讯库功德会提供。另有提供现代佛学词典集成，包含丁福宝居士所编的佛学大词典，也有顾伟康教授所编的历代名僧词典，真是获益良多，对研究佛学很有助力。依笔者浅见，以为可增加曹溪大师别传、祖堂集、净土系统，可加弥勒菩萨三部经。想要知道共有多少文献资料，与会能相关的原始文献资料一共有多少种？网络上有文章可下载。本论文已探讨的有：一、认识六祖坛经版本与经文用字的问题，探讨算是外围的研究，而研究核心是涉及禅法心性论的，那是以无念无住无相为中心的，尚可参考大智度论及涅槃三十坛无相98927长照法师弘法提及。二、认识六祖慧能大师伟大行仪，可依照法宝坛经食品内容提出条目，以供学佛者参考及弘传，可参考星云法师之文、曹溪大师别传、道场所学的心得等。六祖慧能大师的精神，例如：一、艰难不为苦；二、侮辱不为耻；三、悲屈不为贱；四、受害不为义；五、恩宠不为荣；六、度众不为烦，人格堪为典范，值得深入探讨，以助道悟弘展。三、认识禅宗，可参考《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含论文摘要及参考书目的《北宗禅法与南宗禅法》及其注重之相关经论与禅源诸全集都序，尚可参考是正持所撰的《慧思禅观思想之研究》等。四、认识禅宗发展史，可参考《神会语录》、丁福宝之文、胡适之文、胡适论禅宗之菏泽大师神会传之六神会与六祖坛经、印顺法师之文、中国禅宗史。五、顾伟康教授之著作《禅境何意流略禅宗六变》。六、林光明教授、杨增文教授合作而产生的著作《
六祖坛经及其音译。七，林崇安教授所着六祖坛经的祖本还原本，采用看心看境，在第68页。限于时间心力以及佛学造诣程度，目前想到可研究但未能进行的研究还有很多，像禅师语录出现的向下文长复以来日。今提供以下的内容以供后继研究者参考。一、六祖坛经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初探。对照五明之学与学者关心的主题。一、佛学、内明、中西哲学、心性论、道德思想、修养论、人性论、本体论、宇宙论、存有论、禅境双修、佛学三大系集大成、心性之学、理学、顿悟、佛性论、东西方人两个伟大心灵的汇通。二、语文学、声明、禅师、禅话、高僧传语小说、陈月文、顿悟南蛮子六祖慧能、八月雪、新世纪戏曲艺术的领航、寄语、看画禅、祖师禅、如来禅、禅宗公案、禅法思想等等。三、医学、医方明、大藏经中的医学与养生思想的探讨、教育理论与实务、德山棒、林济喝、棒喝是因材施教公案、辅导心理咨商、对辅导教师成长历程的启示、教育论、自我教育、通识教育、生命教育、相处实践论等等。四、科学、工巧明、佛学资讯学的运用以帮助搜寻佛学名相术与或适用于校订等等。可参考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网站提供的文章，也可在法鼓山道场网站学习。五、理则学、因明、逻辑、36对法、论佛义之法。从经典的运用于道场方面来说，六祖法宝坛经有完整的修道办道理念，是大乘佛教经典的精华，内容很广泛，以六祖坛经为研究经典的起点是很好的。文字易懂，是中国唐代法海禅师追记师父道行言说而成的。笔者在道场发现经典研究班所用的是明末以来最流行的宗宝本。二、经文研究字词篇。一、重要及常用版本经文比较。二、通假字罕用字古代用语研究。三、会音宝鉴读音研究。四、重要字词索引附注音。三、经文研究义理篇。一、相关经论简介六祖坛经与其他大圣经典论著的汇通。八部经典：楞伽经、金刚经、涅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菩萨戒经、梵网经、华严经。论著：大圣起信论、马明菩萨祖师、达摩祖师论集，包含达摩四行观、血脉论、破相论、悟见性论、谈真录、北海老人王觉义祖师、顿悟入道要门论、大珠慧海禅师、传心法要、黄檗山断际禅师、最上乘论、五祖弘忍大师。二、经典诠释理论，可参考天台宗的理论。三、全经主旨、般若思想研究。四、六祖的教诲对银杏的看法比较，对银杏的看法。T48N2007 经2008到2010年版。本从花身生净性，净性常在花身中性，使花身行正道当来源漏最真无银性本身清净因除及银无净性身。可先参考2009年 CBETA 提供的经文更正 T48N2008 经2008到2010年版。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T48N2007 经2008到2010年版。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源漏最真无银性本身清净因除及银无净性身。可先参考2009年 CBETA 提供的经文更正 T48N2008 经2008到2010年版。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银性本是净性因，除银即是净性身，
对净土的看法，人间佛教对坐禅的看法，人间佛教对修行的看法，对持戒的看法，对衣钵的看法，对师徒之礼的看法，对细作求法者的看法，古今人比较六祖弘法的重点智慧，慈悲福德门三门并进寺经文研究会通篇。一、禅宗主要经典演变。二、印度佛教思想演变概观。三、坛经与佛学三大系思想之会通研究。 A. 与性空为明系之会通，中观初探。 B. 与虚妄为是系之会通，转世成智之探究。 C. 与真常为心系之会通，如来藏之探究。五、经文研究古今中外哲学比较篇。一、与本国古代哲学思想比较。 A. 与道家哲学思想比较，老子、庄子研究。 B. 与儒家哲学思想比较，易经、四书研究。 C. 与佛家哲学思想比较，金刚经、心经研究。二、与本国当代哲学思想比较。 A. 与新儒家哲学思想比较，牟宗三的主张。 B. 与新禅学哲学思想比较，释正言及李先生的主张。 C. 与新净土哲学思想比较，释净空的主张。三、与国际当代哲学思想比较。 A. 与当代国际禅学思想比较。 B. 与当代国际宗教哲学思想比较。六、经文应用与五明之学比较篇。一、与内明佛学心性义理之学比较，帮助达成与天地人之和谐。二、与一方明医学比较，佛教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古印度医学、传统中医学、道教的大藏经含很多医学与养生资源的探讨。A. 心斋、口斋净身口意三业，心平气和可确并延年益寿及助生态平衡与素食环保救地球。B. 禅学与心理分析之运用，心理辅导学及新意识的探讨，可参考楞严经、清净道论、唯识学典籍等。三、与声明与文学比较。 A. 经文持诵的效用研究。 B. 禅宗典籍巡礼与公案研究，可参考禅师语录与五灯全书等。C. 佛经譬喻法初探。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法华经有三车、火宅、穷子、药草等七种譬喻。佛法的八种譬喻是顺喻、逆喻、现喻、非喻、先喻、后喻、先后喻、变喻。第一、听觉、视觉双效学习及全脑开发。四、与工巧民科学比较，经典教育配合电脑资讯网际网路，可全球化及全天候助有缘人，助宗教大同与世界大同，可参考法古佛教学院的佛教资讯学系的构想。第一化、优化、N 化超时空大学习，提供网路电视台突破学习时空限制，可成立网站服务社会大众，例如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一贯道数位图书馆可用 Google 网站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搜寻之。五、与英明理则学比较，建立正信与三法印之应用工具开发，英明学用于弘法之研究等等。研究六祖坛经是研究大圣经典的起点，里程碑，期盼抛砖引玉，佛道共修，古教信徒齐精进，早日实现人间净土联邦，促进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第二节六祖与坛经历来问题探讨后之感想。六祖法宝坛经在佛教界是很受重视的法宝，从佛教弘法电视台的节目以及著名法师的出版品即可知。今举例如下。六祖坛经在整个佛教界中外古今的地位受到千千万万人的赞叹与肯定，因为它是一部见性出世的宝典，它的版本有多种不同。名称一极多不一，坛经是最短的题目，又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教六祖慧能大师于赵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最长的题目，在短长二题之间，还有称为六祖坛经，或称施法坛经，或称法宝坛经，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或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六祖坛经最初只是一个版本，就是当时六祖说法由门人法海禅师记录下来，
大约12000余字。六祖坛经版本有七种。一、法海禅师集记本为本经最原始的版本，早已失传。二、敦煌写本虽然称法海集记，但已是菏泽一支后人的篡改本，不分卷，收在大正藏2007部。三、北宋太祖干德五年会新改本，分2卷11门。四、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弃松重定本，分3卷16门，大致同会新本为另采。曹溪大师别传中资料而增入不少。五、元初世祖至元27年得义无中流传本，分10品。六、元初世祖至元28年宗保南海流传本，分10品。七、明藏本洪武年间称南藏，收在密函，永乐年间称北唐，收在福函，大致与元初两本略同。六祖坛经共分10品：一、行有品；二、般若品；三、疑问品；四、定慧品；五、坐禅品；六、忏悔品；七、机缘品；八、顿渐品；九、护法品；十、附主品。万心转序藏经可找到众客法宝坛经序，该序文提到世尊说法49年，乃于未说一字，末后拈花迦叶，破颜为笑，于是有教外别传之旨。西天四七祖祖相传，是为心印，达摩东来，直指一心，不立文字，六传至曹溪，一波乃止，以其信心者众矣。六祖得黄梅心印，以物本来无一物，最为的骨子，开法于曹溪，以无说而说。门人废生竹筷，记之曰坛经。其所指是，虽般若一心，心外无法，则口说者，如天鼓音，空鼓响耳，岂时披机？法哉！于蒙恩于岭外，幸作六祖奴郎，聊为料理废坠之序，因见经本数刻，颇有改篡不一。盖以后是聪明君子，将为老卢本卖柴汉，目不识丁，怪其所说无文采，故望一知耳。嗟乎！大音希声，至文无文，况产无言之道？驾舌相以宣，呜呼！夫水流风动，皆掩元音，又何闻之有？余有得古本，乃为勘定，其所记参差者，复为整齐，分为10品，以雅称经名也。刻于山中，是大将军张君乐其先开府于奥变加米大家科贤房宇于山中，常以此经赠之。别10年，公归临下，与过钱塘，公一见，欢若更生，谈及此经，以众客行，感功力能合法，乃续之，以建功为禅将军。其有以发见闻之勇猛于此事者劝。万心转序藏经的重刻法宝坛经序，东海遗稿提及或为无佛49年。末后拈花，且道未谈一字，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目为单传，此经岂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人人本来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足，是则佛未出世。沉沉叉叉，未尝不赤然常说，祖谓西来，悟悟头头，未尝不分明直指。如是观之，世尊终日直指，达摩9年说法，又何有教内教外？单传双传耶？若人顿见自心者，则说与不说，皆系论矣。此坛经者，人人皆知出于曹溪，而不知曹溪出于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经为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自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味平等，原无纤毫回避处。悲哉仁者，敌面不知，知则地信不疑。本来无事，无事则又何计佛祖出世不出世？说法不说耶？披机，是则此刻刻空中鸟鸡耳。第三节谈经做产品的启示。古人修行的智慧法语提到，一切唯心造，万法观入门，先动后静止，禅定入无心。
人生一念受一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生。如是念念无量，即受无量身。若当下一念不生，即是如如佛。所以禅法不看心，不看境，才不会落入有为造作，才不会犯了知见立知、头上安头的错误。今年慧律法师在法界卫视台弘法，曾提及止观无法进入佛的境界，笔者听后记录如下。一、佛陀的正法是回归当下不可思议的境界，因克雷迪布尔大彻大悟是无住生心，回归当下。提及可参考阿含经，佛陀不回答无际毫无意义的外道问难。佛法是全世界最积极的，佛法并不迷信，因为万法回归当下。往生是现在的事情，而非临命中的事情。不可只执着念佛而不听经文法与亲近善知识，不可因念佛而封锁自己。二、譬如这是所观，境界是所观，心产生一个能观，那这个心呢？我后面又产生一个能观，这是所观。好，比手势说明，境界是所观，心产生一个能观，那这个心呢？我后面又产生一个能观，就变成所观了。比手势说明，这个能观的心还在，我后面又变成一个能观，那这个就变成所观了。比手势说明，这个是境界，动一个念头观照，这个所没有了，这个能观还是存在啊。我又动一个念头去观照，这个又变成能所，这个关掉没有了，这个还是。比手势说明，愈来愈细没有错啊，重复两三次，功夫愈来愈近了没有错，可是到最后那一刹那没有跳脱所有的次第性，是没有办法进入空性绝对圆融的东西。就像宇宙当中没有任何的相，它没有任何阶位，不立任何的法，体非群相，不具群相的发挥，但是它不妨碍任何众相的发挥。佛性也是这样子的，要进入佛性究竟的解脱，不能用逻辑推论，不可以用止，不可以用观，用真如直下无心，切入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才有办法的。那是跳脱所有的逻辑、意识形态、做作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因克雷迪布尔。三、禅是大自在、大解脱。了解诸法空义，空有二种含义，一个就是生灭无常，所以叫做空，缘起缘灭叫做空。我们应当了解，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既然是虚妄，我们就应当了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的心就是大彻大悟的心。大彻大悟的心就是无住生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万法回归当下。这一禅法试图透过对于心性的观察、探求、看，而达到禅定的目的，然后在禅定当中扫除烦恼，恢复本净的心性。然而慧能却反对这种禅法，依据前引经文看来，他反对的理由似乎是凡夫的心既然已经染有烦恼，是虚妄的心，因此再花多少功夫去观察、探求、看，也是白费力气的。但是慧能的反对看心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慧能首先批判了看心这一禅法的错误。他以为凡夫的心是带有烦恼的，因此是虚妄不实的。既然是虚妄不实的，有什么可看、观察、探求的？依照《楞伽经》等《如来藏细经论》的说法，只要我人透过禅定等功夫的修行，即可去除烦恼，还其本性清净的面目。而看心、即智、看境的禅法，即是此一思想下所发展出来的禅法。这一禅法试图透过对于心性的观察、探求、看，而达到禅定的目的，然后在禅定当中扫除烦恼，恢复本净的心性。然而慧能却反对这种禅法，
依据前引经文看来，他反对的理由似乎是，凡夫的心既然已经染有烦恼，是虚妄的心，因此再花多少功夫去观察、探求、看，也是白费力气的。但是慧能的反对看心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心性既然是清净无秽的，何必刻意地去观察、探求、看？那些附着在心上的烦恼原本也是空幻不实的，又何必刻意地把它们去除呢？有关这点，除了从引文中的人性本净、妄无处所等说法可以得到证明之外，还可以从慧能批判神秀的两首诗21看出来。不看心看净或不着心不着净涉及大小乘之差别，可参考今年能学长老在法界卫视台弘法的内容。修行学法虽然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佛经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这是慧学，是三无漏学之一，所以不可执着。不可有我执及法执。但是慧律法师弘法曾提及要到初地菩萨的阶位，后天的法执才不起作用。修到二地菩萨才持戒清净，然而具生我执是要到七地才灭，进一步要到金刚地才能断法执。大圣的做法是不看心不看境，因为是于相离相，于念离念，四见比四相为系，而见就是指念头。就在境界上修行，就在境界上超越。离念是不要有分别心，而无相更是要做到转迷成悟。神秀大师的寄语所说的时时勤拂拭是看心，勿使惹尘埃是看境。而六祖慧能主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差别是在方便观是有相，而如实观是无相，观照是定慧均等的。参考圣严法师108字自在语得之，前者看心看境是修道境界，而后者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是开悟后的境界。修行人须知执着的坏处比分别的大，不分别不执着是四圣法界，反之是六凡法界。看心似看话头参公案，将杂念妄想逼到绝处，只执心现前，似紧逼法，用于对治散漫怠惰懒于思考参禅悟道者。看境似莫照禅似松弛法，用于对治紧张心思混乱调举一成脑神经衰弱者。参考圣严法师禅的体验禅的开示，台北市东初出版社1995年。但北宗的看心看境禅法非就近，而六祖似有先见之明，早作对北宗禅法、传统禅法注重定学之评论。六祖采用如来清净禅，为论见性，注重慧学，不论禅定解脱，而非祖师禅。传统禅法注重定学。看心看境或许与坐禅时眼睛三分开七分闭有关，因为不向外看而是内观，先眼观鼻，或将注意力放在人中，配合竖习的安般念或是念佛静心而调呼吸，在鼻观心，对应道心。但是未得名师指点者，在实践时的自己掌控阶段是使不上力的，待研究。六祖认为道由心悟，起在坐也。禅修有助观人自在，观事自在，观境自在，观我自在。参考星云大师讲述《六祖坛经讲话》四册之二，台北市香海文化公司2000年。批到420，这心着静，含心之探究。身心自在。第四节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研究有感。佛法以心为宗，禅是佛心，教是佛言，戒是佛行。诸佛能善分别一切法而不染一切法。开悟圣僧法语，基督教主张上帝就是爱，提倡博爱，以爱是永不止息为准则，以此待人接物处事。但是佛法主张爱不重不生娑婆，爱不断不生净土，此爱是指执着有染之爱、四体爱、境界爱等。境界是超尘脱俗的，面对的是三世因果定律，而以做到不昧因果为目标。探讨六祖坛经做禅品的禅法，发现背后涉及印度佛教教义与中国禅法的不同系统，又关系到禅宗自身难，
北宗禅法的差异，以及禅宗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之关联，让笔者体会到诸法因缘生，诸法也因缘灭，而产生禅法的变迁。其变数就是时节因缘，就是随着人、事、时、地、物、时空背景而产生变异。劝善书籍有提到，坐禅入定古修法，时运变迁法一千，修得修身修功果，依然成道列仙级。今年11月3日，信广法师在法界卫视台弘法，介绍他的著作《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对禅宗南禅真常唯心如来藏思想，无次第而异于传统禅观做评论。他又会通比较佛家、道家思想义理，值得参考，但也引发疑情，将使修行迈入禅宗所说的出关、众关、生死牢关，由明心见性到生死无碍，再到正无生法忍、十五蕴、十八界不生，免堕十八地狱。研究六祖法宝坛经做禅品以后，笔者浅见也认为，探究禅宗的前提是确认禅是佛心，肯定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领悟六祖慧能大师开宗明义之法语，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乐成佛。而且他见到五祖弘忍大师后的对话，提到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如此才能配合他闻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言下大悟所说出的道的本体的五句法语。笔者套用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的话语而说，正直舍因缘但说无上道，缘起性空是为破执着的须知，还有性空缘起是类似演绎法的状况，是理义分书略应万川之一本散万书的演法之状况的。再者，圣蛮经说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有关何者才对的情形，笔者以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好比车辆行驶车道之规则，在救护车的状况下就有改变，这是以救生之道为最高指导原则的。其次，笔者以为不着心不着境是对一切众生说的，不看心不看境是对门徒的谆谆教诲。不着心不着境是对普罗大众宣说告诫的用语，与原始佛教教义相近。而不看心不看境是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对门徒的谆谆教诲，是以他山之石北宗禅法功错，透过教室坐禅来叮咛告诫徒众，使之趋吉避凶，防非止恶。这是针对特定对象禅宗南宗门徒而说法的用语，这样才有配合时空，符合中国禅宗发展史实，南宗人反对北宗人的禅法。北宗人的禅法与天台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的关系为何？与古印度的禅法关系为何？都是值得研究的，笔者以为是相关的。不看心不看境才是不执着有为法，有助于达到人空、法空、空空的三空圆满。因为不看心不看境包含了不着心不着境，但是不着心不着境则无法包括不看心不看境。不看心不看境好比是找到病根，而能揭示实践的法门，修行摸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至于不着心不着境则似乎只看到表层而已，以至于在实践上却显得很空泛而无下手处。梁乃崇教授的著作《六祖坛经直解》就有做过详细的分析。修行摸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从教诲对象来说，则不着心不着境的范围大于不看心不看境，但是从义理来说，则反而是不看心不看境的范围大于不着心不着境。参考六祖坛经第四、五、八、十品，可知不看心不看境的因缘。禅法优缺点可能是后人的分别，其实佛法虽多也是应机为宜的，度化众生是要观机斗教，因材施教的，好比治病要对症下药才有效。佛经说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因为众生根器有等差，才有顿悟见修法门之差异。所以要看时节因缘，
而不是只以理或只以事来论，最好达到不止理废事，也不执事废理，而能做到理事圆融无碍才是最好。并效法弥勒菩萨的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由于心是身之主，而境彼然好，对初学佛的一般大众来说，欲是善法的根本。何况佛菩萨皆引众生的方便法门，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呢？教诲众生反而可能是先着心着境呢？例如叫人先眼观鼻，再鼻观心，从心地着手。南传的清净道论或是北传的解脱道论都提供了很好的修行法门。还有叫人求生净土或求自性净土，以及主张心净则国土净等等，都是以清净为引导途径的。有关禅观方面，可参考《心地观经》所言，能观者得解脱。心经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透过内观、反观自照等等，来修一心三观，空、假、中观，实现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去向中道，其中有道。有关心地法门方面，可参考信广法师讲解禅修理论与实践，他曾提及荣格的学说及对其不足之处做评论。谈四禅八定提及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值得好好探讨，可参考《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的实践》一书第290页。声闻观会的原则不偏于定，但是要依定才能做观。须知安理明香的基本原理，杂阿含注重观会，而中阿含则注重对治众生的烦恼，应该定会融通才好。禅法的原理分析，但是太注重分析，则容易造成支离破碎。人有生命、慧命，下起时养生命，上起法养慧命。靠闻法养知，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俗话说，度饱之余，要让灵魂吃饱。禅修的止观法门，各是对治浮动与沉空首级，各将注意力放在肚脐与鼻头，沉者要提起精神来思维观察。必须因病施药，而勿乱用道听途说。未经证验或普遍适用的偏方，参考99722演慈法师弘法讲解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法界卫视台。他指出，要对治因为心态有力造成的浮动、调举、妄分别及情欲重者，要用三种止。细缘守静止、治心止、体真止。读经抄经也可修定，修止观目的是为了开大智慧，所以还要思维观察。观有对治观、正观诸法实相，想真理可集中精神来观察实相。也可用五停心观，即然、即静、安稳不动。三昧与大圣经典结合，有华严经的海印三昧、法华经的法华三昧、般若经的般若三昧、楞严经的楞严三昧。得究竟解脱才是般若波罗蜜，这是只有佛菩萨才有的。佛法是不共世间的智慧。心经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才算得究竟解脱。要学止观的法门，要解行并重，定慧等持，否则缺疑会增长无明或邪见。须知烦恼即菩提，佛法在日常生活中学佛，就能利用戒定慧来转烦恼成菩提。六祖坛经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修行是修正身口意的行为，要觉悟才能明心见性。佛法也讲因果，要有智慧才能领悟。止观与禅定有关，定是指禅与观有关。参考99723秩序法师弘法法界法语，法界卫视台。知道因缘法是智，知道因缘法本空，缘起性空是慧。智是知缘起，慧是般若空慧。开悟圣僧法语提到，性空缘起，千差万别，类似真空生妙有，缘起性空，即静一味，类似返璞归真，万法归一心。不可断尽有为，才会好好努力弘扬大圣法。大慈大悲是不嗔，
是对别人愤恨，而会是对自己懊恼。不害不杀害众生，不吃众生肉，救度无量众生，使能离苦。三苦是行苦、坏苦、苦苦得乐，必须心愿慈悲方便会的三大福德，这是不住无为。要闻思修戒定慧般若空慧。瑜伽师地论是未来佛弥勒菩萨所说经由无着世亲及其他大德者弘传，有救度众生的实质才可说是菩提。释迦牟尼佛四弘誓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药师佛十二大愿度众生。本愿是原始的愿力，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已成佛八千次，未来要成佛三十亿次，出自佛明经。众生如病人，而佛陀是施舍法药的大医王、药王、药师，所以每一尊佛都可称为药师佛、香积佛、阿弥陀佛。每一尊佛都是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限美好。参考99724长照法师弘法法界卫视台，憨山老人梦游即提到他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而言之谆谆。是无生怒禅人以为夏日在环中说，古人最初发心真正为生死大事，觉智出离，故割爱慈亲，参师访友，历尽艰辛，心心念念只为己功，下世为名忧悲痛切，如丧考妣，若一见之事，如婴儿得母，倘得一言半句开导心地，如病得药，若一念相当凶终了悟，如贫得宝，半身舍命，入尘见义，未尝但劳若二祖之安心断臂，六祖之坠腰腹时，百丈之直劳，扬旗之公众，凡明载传灯光照千古者，无不从刻苦中来，乃至过去诸佛，求无上菩提，舍生命如为尘数，无一类而不受身，无一身而不苦行，百劫修因，故感天上人贤，无量供养，乃至末法儿孙，由受用白毫光众一分功德不尽，岂有天生弥勒，自然是家者哉？共念末法，去圣时遥，法门典型，以至扫地，无辈出家儿，不知敬畏何事，生来其知具饥寒图保暖，一入空门，因循俗习，游坛终日，捧腹纵情，徒逞六根，被造众恶，不耕而美食，不残而好友，虚消信失，唐丧光阴，竟不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岂复知因果难逃，罪福无爽，一朝大限临头，如石头水，三途俱苦，一报五千，再得出头，知更何日，心言及此，痛可悲酸，目及石流，滔滔皆是，望无人知修者，如披沙拣金，非曰绝无，盖亦先矣，嗟乎！三界牢狱，自生桎梏，大火所烧，生死险宅，何由能施猛离众苦，至无畏处耶？非丈夫而惧灵根寒素骨者，不能奋发猛勇，必超直入，汝等幸耳生逢佛法，行欲袈裟，早执名师，六根玩具，若不痛念无常，深思大事，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改往修来，昼夜精勤，早求出离，因循度日，纵放身心，大限到头，悔之何及，嗟乎行矣，其无忘我临其丁咛之言，彼复无自负也。第五节小节，本论文由指导教授衡量笔者各方面的状况与条件因缘，而建议采取下列方向进行之，仅依序简述之。第一章序论，包含第一节研究动机，第二节研究目的，第三节历来研究成果之探讨，在本节探讨了法师或学者共十位的研究成果，依序是胡适、丁福宝、印顺法师、演培法师、潘崇圭教授、杨慧南教授、游祥洲教授、林崇安教授、张宪生教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接着第四节研究方法，第五节研究范围，第六节研究限制，第七节本文结构，将本论文全部五章依序简要介绍。第二章六祖语谈经历来问题之探讨，本章探讨的主题如下。
第一节六祖慧能在禅宗的地位，第二节神会与六祖谈经，第三节禅法演变与南北宗禅法之争，第四节版本与经文用字。本节依序介绍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十项，其内容含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胡适先生、黄连忠教授、林崇安教授、杨增文教授、黄灿华教授、何兆清教授、林光明教授编译的《六祖坛经》及其音译的主张，张献生教授、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成果等。第五节禅宗与净土宗之关系，第六节小节。第三章探讨着心者境之问题，包含第一节范围限定从诠释学及教定学探讨之。第二节梁乃崇教授对不者心不者境的看法，以科学的观点来分析，见解独到，但却可作为不看心不看境禅法之反证。第三节般若系典籍有关不者心不者境的内容，第四节这心者境看心看境范围比较。第五节这执着的对象探讨，第六节比较看字在经典中出现之情形，找出涉及天台宗之禅观、楞严经之禅观、唯识学之禅观者。第七节外观内照，看字心在想什么。第八节心之探究，第九节境之探讨，第十节小节间比较传统纸本坛经与数位出版品坛经的作产品，第四章分析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这是本篇论文重心所在。将探讨如下的主题，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包含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来探讨，针对禅宗专辑典籍所附的史说来探讨。第二节东山法门看心看境之禅法，第三节南宗神会反对看心看境之坐禅，第四节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读后，第五节杨慧南教授之文读后，第六节丁福宝所著《六祖坛经》兼著读后，第七节黄灿华之文读后，第八节小节。第五章结论，本章是要深化学习的心得，及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维护佛教法宝传统与数位出版品的正确性。将要依序强化如下的主题，第一节回顾与研究建议，这是希望后续研究者能从本节快速找到灵感，并且参考笔者提供的研究题目与构想等。本节包含研究构思、研究建议与展望，第二节六祖与谈经历来问题探讨后之感想，第三节谈经做产品的启示，第四节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研究有感，第五节小节。三法印的诸行无常之诸行是指人的一切心念，诸法无我之诸法是指森罗万象。万法含心法心思动念，色法含形式动作，统称为万事万物。人与家庭都属假象，万物是幻法，世间法是从聚集到分散，例如小孩从外出求学到成家立业分居就是如此。心法以心为主体，心法是指第六识。行事计划与生意人之心机都是心法，世间事物由心思计划产生，所以说心造万物。参考2010万1103长照法师弘法，法界卫视台提及参考印顺法师之著作。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外的万心转续藏经以及乾隆大藏经也有可作为研究参考之内容如下。鉴于万心转续藏经者，例如憨山大师为信徒解惑之法语。若了生本无生，则住无所住。能悟无住之止，自不作去来动静生灭之想。六祖大师于无所住而生其心意语，打落从前百千万劫颠倒之见。子当于此踢起眉毛高着眼看，切不得错落出门一步，全身入却荒草也。是周扬如周子请一法相宗旨，老人因接六祖示至颂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转明年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家定。此八句发尽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数宝算杀之徒，贪多嚼不烂，
盖是此为贤家具，曾无正免，弃人家丘去之者，大可悯也。哦，前卫六祖不识字，不通教，何以到此？殊不知佛祖会命，只有八个个字，包括无余。哦，所谓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以为心故，三界即然，乐无一物；以为事故，万法从然。盖万法从为事变现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哦，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无片事可得。哦，即黄梅叶瓣露出本来无一物，即此一语，十方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尽在离许破不破，故一波止之。哦，其二派五宗都从此一语演出，何曾有幸相知分耶？哦，即观世至宋略为助破，若约三界为心，则无下口处。哦，因迷此心变而为事，则失真如之名。哦，但名阿赖耶识，亦名藏识，此事乃全体真如所变者。哦，思正所谓生灭与不生灭合合而成，乃真妄迷悟之根，生死繁盛之本。哦，楞伽云，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洪波古明惑，无有断绝时。哦，既云藏识即阿赖耶，而又云常住，则本不动也。哦，然所动者非藏识，特境界风耳。哦，既云前境若无心亦无，是则取境界者非藏识，乃生灭心耳。此生灭心强名七识，其实是八识之动念，所谓生机。哦，若此机一袭，前境顿空，而六识纵能分别，亦无可计矣。哦，若前五识原无别体，但是藏识应缘之用，独能照镜，不能分别，故曰同缘镜。哦，其分别五尘者非五识，乃同时一识耳，故居有功。哦，若不起分别，则见非功矣。由是观之，藏识本真，故曰性清净，其过在一念生心，是为心病。哦，有生则有灭，唯此生灭如水之流，非水外别有流也。哦，但水不住之性，见有流香，有流则非湛渊之水名矣。哦，故楞伽二种生住灭，谓相生住灭，流住生住灭。哦，此二种生灭总属藏识，生灭不灭，则前七世生；生灭若灭，则唯一精真，其真如之性自资复矣。哦，复则是不明事而明智，故曰心无病。哦，六祖大师所诵曰转八识而成四智。哦，大圆净智藏识所转，平等性智七识所转，妙观察智六识所转，成所作智前五识转，以妄属藏识之用，故真亦同圆净。哦，然六七二十因中先转，古八一体至果乃圆。哦，如此观之，是本非实，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转名言而已，换名不换体也。哦，且此体不在禅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圣凡同时转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闲间，故有圣凡迷悟之别。哦，周子有志于此地，向日用转处着眼，是定当看。哦，见于乾隆大藏经者，例如六祖法宝坛经序提及可与儒家中庸成及穷理尽性会通之处。哦，清朝乾隆皇帝的廷臣赵昱之刻法宝坛经序提及孔子说朝闻道细思可矣。哦，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哦，不看心不看境，是因为北宗禅法用天台宗止观禅法，这与定慧有关，而念佛是帮助入定。中国儒家四书的大学的思想，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观所缘境是属于慧观。哦，六祖劝人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又主张自性弥陀净土，往生净土并非一定要持持念佛名号的。哦，六祖注重般若学的控慧，又主张诸法本来空寂，是无阶级次第的。哦，由于止观禅法采用的是繁琐支离的功夫，是有为造作的法门，在三种止的体真止的法门里，全靠自力却无十足的把握，所以被认为未能达到佛的境界。参考慧律法师弘法法界卫士台，无法达到。